点的白吧。好啦好啦，新年就准头家啦，可能到底想要等偌久啦？我拢处理好势啊，我保证张入园每个寸在咱的生活内底。车路花底较成熟啦，我既然收你的钱，就把代志办到水库，剩的交我。你这水灰斗林少秋千，今嘛都海外好心人甲出走。为什么你就是唔肯接受我甲小春做伙的事实啦？机会会当让你比咱当更加好的生活。这条路是我选的，我给你一摆机会好不好？我永远都无考虑让这个世界贵族的幸福。笨，拢是自私。所以包括爸爸妈妈，我赚到钱啊，我需要成功啊，我所害我辛苦比一个人拢无。爸，我真正亏欠你伤侪啊。有一件代志，我应该阿弟讲实话。周安迪，你即摆在创啥啦？你不是跟我讲你放弃李冬雨啊？你哪甲伊连 TT 做伙搞的嘛？我只是要甲你讲，你管好你的代志就好。阮冬雨都还不是当家的人，而且西风呢是到底海边啊，管个这么快？咱吃的是单家的饭，住的是单家的厝，我还会记得要报答人的温情，不参照有的人吃我来洗我碗，是冬雨对不起紫薇啦。阿叔，有一个阿什么三个讲要找你，叫家己有临时要来拜访酒档，不过既然我人都来了，来见这边就无损失了，敢不是？不需要讲礼数，走，来走。拍摄，托您等下久。